在我带孩子去被医师鉴定为自闭症之前，我根本连这三个字都没有听过。我很难改善他，所以我就只好想说，最基本的我们就用促进他的新陈代谢，那就是靠运动。对社会大众来讲，他学会了说，原来这些孩子的动作是很奇怪的，可是我要见怪不怪，我要100%的包容他。带着心儿向前冲，陈彦辉的故事与您真情分享。